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来和大家聊一聊美食。那么，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超市，超市里面呢有一处呢有这种亚洲菜，我们叫亚洲美食吧。那么这些地方呢，味道很不错。我们呢有周末呢就在这里来吃一吃，所以我觉得这很好啊，味道很好，所以我想给大家带大家去看一看。好吧，这里我们来到了这个我们的停车场。那么金秋十月，你看这个树叶都是叶子都红了啊，红叶的很漂亮，是吧？晴空万里，是吧？好，这个超市外面呢，那个都是这个南瓜啊，堆满了南瓜啊。我们这里马上知道了，这是金秋十月，马上就是这个南瓜节了，是不是？就是 Halloween。那么这个时候的南瓜呢，是一个当门的东西。啊，很多人的家里门口呢，就把这个南瓜放在门口做摆设，啊，很好看。好，我们看一看啊，顺便我们去看一眼啊，这个南瓜啊，大南瓜是吧？金黄色的大南瓜是吧？很漂亮啊。还有这各种不同的颜色的、不同样子的南瓜是吧？哎，大部分都是金黄色的南瓜，这味道很好吃的，很不错。但是他们都不吃，一般都是做了装饰就丢了。还有白南瓜啊，那个青南瓜。那白南瓜你小是吧，长不大，不知道怎么样的，非常小。那大部分都是金黄色的南瓜是吧，很好。好，还有这南瓜呢，还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、不同颜色南瓜放在一起。你看有的南瓜上面还是长得像这些坨坨那样的东西啊，瘤子那样的东西啊，疙瘩那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特殊长起来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是有这种不同的特色啊，这很有意思啊。那美国的 Halloween啊，南瓜节，南瓜是当道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亚洲美食的地方了啊，亚洲餐。那里这个亚洲餐呢，就在这个超市里面有一块位置，它这一块呢都是卖这个很熟食啊，还有其他的这个即食东西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卖这个啊炸鸡翅膀啊，还有这一些披萨呀 啊还有这个 Subway 啊，还有这些三国一些等等这些东西，我们其他的就不看啊。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看看这个安心吧，就是亚洲餐啊，亚洲餐的这一块的东西啊。亚洲餐呢，我们是看到这是一条，你看呢有十个，一边五个盘子，十个盘子，有两条旁边还对面还一条，等我们再去看，我们看过去啊。那么一盘有十个盘子，每盘有五每这个里面呢加起来有二十个不同的盘子，二十不同菜呢，基本上有个别两个，就有的虫啊，其他基本上是很不错的啊，基本上有将近十几种、二十种菜吧。好，我们就带着大家一个去看一看啊，一个去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啊，看来评价一下啊，看怎么样。好，第一个呢是这个啊蔬菜炒饭。蔬菜炒饭呢，它里面那个炒饭呢是这个啊蔬菜啊炒饭加了里面加了这个葱啊啊，有葱头，有这个豌豆是吧，还有胡萝卜，还有这个酱油，还有这个芝麻油，还有鸡蛋，那一起炒的这个饭啊，那是很不错的啊，很好吃的，叫蔬菜炒饭，对吧？这很好啊，我也是看那个很好的啊。那么第二个这个呢就是炒的啊，锅里面炒的啊，炒的亚洲的蔬菜啊，就是锅里面炒的啊，炒的亚洲蔬菜。你看这个蔬菜里面有这个四季豆，有这个西兰花，有红椒是吧？红椒还有这个蘑菇啊，蘑菇看得很好啊。好，这个呢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做 potato samosa， 这个好像就是三角包，那就是炸了个三角的东西，就是不是？三角那个炸的，那就是把这个土豆啊包子里面一炸，是吧？炸，然后呢还有这个酱，旁边还有那个锅里有酱，你蘸吃的时候有酱吃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啊，这个蔬菜拉面啊，蔬菜捞面是吧？蔬菜捞面，这个很好吃的啊，这很做的很好，每个人很喜欢这个捞面。好，这一个呢，这一排的最后这第五个呢，就是蒸的鱼，蒸的鱼呢和那个什么生姜啊，和这个葱啊一起蒸的。你看，蒸的是鱼，对吧？对，蒸的鱼
啊，这个葱啊和这个生姜这一起蒸的，这是鱼，很嫩啊，这个鱼做的很不错，很嫩啊，这是我们很比较喜欢的一种菜。这是这一边，好，我们再看对面一边啊，转过来了啊，看一边，这个第一个是豆腐啊，就是 genuine 豆腐，就是一般的豆腐，普通豆腐是吧？豆腐看得很好吃的了啊，很诱人，是不是？你看里面红的、黄的呀，是不是绿的呀？那做得很不错啊。它这个你看，它这个盘子里面呢都不是很大，不是很大，所以它就是小炒的啊，小炒的这种亚洲菜。那是的，它一次不大嘛，就一次不是炒的不是很多，所以味道就相当于比较好一点啊。好，这个是芝麻鸡，你看这个芝麻鸡是不是这啊？它这个美国做鸡都是弄那个鸡的，弄那个粉一面的一包一炸，炸了以后，然后再跟这个 sauce 啊，这个调料啊，那个一上面再一弄，然后再加上一些东西啊，很好，味道不错啊，不是中国那种炒法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呢又是柠檬，这个柠檬和这个辣椒鱼，那个鱼就是弄的也是一炸的，是不是？一炸有这个味道不错啊，炸得很好，味道很好吃的。好，这个呢就是这个饺子，我们说的饺子实际上是锅贴啊，像是锅贴啊，这个饺子它是饺子锅贴，它叫做这个啊猪肉 pork stop stick 啊，这个锅贴啊，锅贴。好，这个呢就是这个蛋卷啊，我们叫春卷啊，春卷实际上它不叫春卷，而就是蛋卷，就是这个蛋卷呢是这个猪肉鸡蛋卷，猪肉鸡蛋卷。好，这边呢是它的这个饭盒啊，你看大的有这个不同的样子，大小的你可以选不同的饭盒，哎，要多少啊，多就多弄一下。好，这是第二排啊，啊，已经把第二排。好，我们看看这第二排啊，对面啊，看到有水啊，什么东西到那边去 check out 的啊。好，这有水。好，你看这里，看第二排又有什么东西啊？第二排第一个，好，我们看看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是这个泰式的脆鸡啊，泰式脆鸡，这个鸡子也是肯定都一般都是一炸，炸了以后一弄，面粉一裹，裹了一炸，就是很好的。好，再一个就是这个炒的西兰花和蘑菇，大蘑菇，蘑菇是大蘑菇啊，大蘑菇炒的，这个很好吃，味道很好啊，我们很喜欢啊，我们很喜欢这个菜啊。这个再一个，好，这个呢是个也很喜欢的，就是这个宫保虾仁，你看看着都很诱人，是不是？看着很诱人，宫保虾仁，宫保虾，宫保 shrimp 是吧？里面不同的东西，还有加了红辣椒啊等等一起炒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味道很不错，是吧？里面还给了什么花生仁呢、啊？是不是？还有有这个芝麻油啊，那一起给的炸的啊，那么炒的，嗯，好，这个啊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是这个鸡子啊，鸡子。就是辣椒啊 ，General Chao 鸡根，叫左宗棠鸡，叫做我们这叫左宗棠辣左宗棠鸡，这个在美国很有名，是不是？这很有名这个鸡子。好，这个是炒饭啊，这个也是炒饭。这个是什么炒饭呢？这是维吉泰布炒饭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蔬菜炒饭啊，那个他们有的类似是吧？哎，我们就看看啊，这个好，再来过来。啊，过来，最后这一排啊，这一排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呢是这个啊炒的这个叫做炒鸡子，炒鸡子什么呢？和这个西兰花炒鸡啊，西兰花一起和鸡子一起炒的鸡子，这个都这个炒的它炒的很好，就说是啊，总是啊西兰花炒鸡，西兰花一起炒的，是不是？先把鸡子弄好很嫩，这个鸡子就不是那种炸的，它是炒的。啊，这个味道比较好，啊，这个鸡子啊，好，这个又是这个四季豆了，是吧？刚才那个看到有点类似，对吧？但是它这个就是这个亚洲的四季豆啊 ，A 型滚饼啊，绿的豆子是吧？那个豆子啊，加上这个红辣椒啊，红的那个大辣椒一起炒的。好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这个黑椒牛肉啊，这个是牛肉片，炒牛肉片啊，爆炒的牛肉片。牛肉片里面呢有这种红辣椒，有这种啊葱一起炒，还加上这个芝麻呀，啊，还有这个芝麻油啊一起炒的，这个很好吃，是吧？就是 black pepper beef， 就是黑椒牛肉，
啊，这个是很好吃的，在家里的很难，不好炒，像这种牛肉片呢都不是很好炒，但是它是炒得很好。这个我来吃了，我就最喜欢吃这个啊。今天我等会再点一啊，来一点啊，再来一点。好，这个是蛋卷，这个蛋卷呢是这个vegetable 蛋卷啊，是这个啊蔬菜蛋卷，前面有一个呢是猪肉蛋卷，这个是啊蔬菜蛋卷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炒面啊，这也是炒面。啊，vegetable 拉面是吧？这个是拉面，捞面啊，拉面。好，这个呢是一那、这个电饭煲，很大的电饭煲，里面的是饭啊，新鲜的饭啊，新鲜蒸的饭，米饭啊，这个米饭很好吃啊，一碗一盒，你装一盒啊。好，那么我呢就看完以后呢，我就选了一点菜，一样选了一点啊。那么有这个牛肉啊，有这个虾仁。还有这个鱼、鸡子，然后买个面包，买瓶水，啊，你看这一弄，总共啊，这一次加起来这一起就12块多钱，13块钱不到，是吧？这个是不是很贵的啊？不是很贵的。这个你看，这牛肉炒的极好啊！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那面包、小面包，一瓶水，啊，那么牛肉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牛肉你看看是，你看。这牛肉拿一块尝一尝，好，你看，牛肉炒的极好，极嫩的，这大块牛肉很难炒的，是不是？那味道很好，很不错，所以我们就是周末我们就在这里吃一吃啊。好，然后就是这个虾仁，你看这虾仁极好啊，是不是？啊，真是很不错，做的很好，很嫩啊，很嫩的大虾仁，虾仁啊，这就是味道都是很好，很喜欢。好，这鱼。啊，蒸的鱼，啊，蒸的鱼，啊，这个鱼，啊，还有呢，这个鸡，啊，这个泰式脆鸡，啊，这个几种，啊，还有这个辣椒，啊，红辣椒，是不是？啊，红辣椒这几种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辣椒很漂亮，是不是？红辣椒，好，这就是这一买一份饭呢，就12块多钱，吃一顿很舒服，是吧？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呢。我们这个超市里面的亚洲美食，啊，亚洲美食就这里美食就是自己选，啊，自己在这里选了以后，然后去付款，是吧？那个有20个盘子，有将近20个菜，是不是？有几个重复的，十几个，有几个非常喜欢的，令大家喜欢的。这个地方很好，所以每天中午到吃饭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在这里吃，所以他这里生意很好。所以它是很新鲜，啊，很新鲜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，我就说了啊，还有这个什么啊，炸鸡翅膀啊，还有这个披萨呀，还有其他的这个三文鱼啊，还有这个啊沙伯，这很好的，这很好的一个店子啊，很好的店子。所以我们经常来，好吧？好，今天呢就给大家看看这些啊，希望大家喜欢啊。好，再见。